觉得天气今天好像有点不适合看海。给他们上个厕所吧，你可以靠近点那个，让他们好好听一下海的声音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，都快疯了。把小红也照上啊，你就照他一半脸。小红在这呢，哎，不，小红在这啊，对。雾太大，小绿看不到，小绿其实在这，哎，小绿在这。听听这个海的声音，每天心情不好说来听一下，那种感觉更加烦躁。没有，心情不好说来听一下其实还挺舒服的。我每天都会坐在阳台坐好几个小时，就感受一下这些风啊，然后这些空气啊。